while you and me repeat this bittersweet heat is suffocating. I'm waiting and always hesitating. 当你的女友把性感照片发在朋友圈。What? 这种照片都敢往朋友圈发，真当我不存在？我现在就去找她。Run.给我解释清楚这条朋友圈。你那条朋友圈是仅你可见，我让逗你玩吗？哼，逗我玩？好什么天道轮回？哇，你们看到熊出没没有？这件超级治愈的，分享给你们呀。哦，是挺治愈的，我也喜欢。愿你手捧鲜花。愿你脚踏山河，繁华人生。愿你满眼星辰，璀璨无边。愿你以梦为马，不负韶华。愿你平安喜乐，开心幸福。如何当一个合格的霸总男友？首先你要有极强的分析能力、决策能力，这样当你面对突如其来的任务时，才能沉着冷静，思路清晰，未雨绸缪。一击必中。Nice。当然，一切的前提是你要有个女朋友。小辫儿，你快跑，我保护你。这次轮到我保护你了。Oh my, 我心的雨。啊哈，神速的。新的社会脱落了。你们家的野王也是这样吗？只和我用情侣英雄，有 buff 都是我的，走到哪里跟到哪里，眼里只有我，给我人头，替我报仇，给足我所有仪式感。哈哈，这也太幸福了，当 CP 和你冷战时再见。挂了，现在胆子肥了挂我电话、我就不信等会儿不主动来找我。 2 hours later 还不来找我，那先把他习惯的铭文换掉，再把他习惯的英雄出装换掉，最后改操作界面。这下小屁孩应该一会儿就来找我了吧。你是不是想分手？你们男朋友也这么小孩子吗？林总，你今天状态不对啊。怎么了？身体不舒服？要不要去休息啊？不用，没事。林夕林夕，打游戏啊。嫂子来了。林夕怎么了？身体不舒服吗？是啊，有点着凉啊，头疼，喉咙也不舒服。那还打什么游戏啊？我现在就去找你。玫瑰花的